20克油。公主，请吃饭，好吃吗？天哪，要0.9哎，快一斤了。今天我的小伙伴要用贾0816减肥法打卡一天，他这个奉献精神，我真的。此处应该有掌声。这些就是他今天要吃到的东西，5克盐，20克油。我感觉我平时一个菜可能就能用到这么多油和这么多盐，好离谱啊！今天要一天。先上称50.35。来，早饭吃。啊？怎么咖啡就B420呢？公主，请吃饭。真的是没什么油水，好吃吗？还可以。哦，尝尝这个菜呢。也还行。做完一顿之后，我们的油和盐还剩这么多，真的好好吃，你尝一下，真的好好吃啊！最后一餐了啊！是什么？白菜包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有咸味。这山珍好吃。喝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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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喝饮水量的达标啊！掉了0.9斤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复盘一下我们昨天非常苛刻的实行了这一套计划之后，今天早上睡醒掉了0.9。总结一下，贾0816健康减肥法是有用的，但是它的核心就是一定要在8小时之内吃完，并且我建议在用这一套减肥方法的姐妹们，就你们最好是早睡早起，不然的话到了晚上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扛不住，因为它确实是油水太少了，并且真的是没有什么味道啊。这就提到我们的另一个核心，就是优质的碳水、优质的蛋白，然后严格控制的少油少盐，其实就等于是非常非常传统的这种减脂餐，没有什么新鲜的花样，但是呢对小基数是有用的，所以没关系。